抹不去的记忆，割不断的乡愁。大家好，您现在收看的是《美丽乡村印象》，我是主持人依依。用镜头去记录乡村的喜怒哀乐，用心去聆听乡村真实的声音。天台鼓楼振双龙，三十抬头望金钟，九龙溺水拜金阙，五庙风铃唱夜空。 七江古镇是春秋战国时为诸侯国七国王城所在地。现在的古镇老街上，两旁的房子都建有宽敞的走廊。平日里，人们在廊下干活、吃饭、喝茶、聊天儿；到了赶场天，在廊下摆个小摊儿，做点小生意。那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住进七王城，走进那里百姓生活闲适而安宁的生活。 打捞起一泓七江水，那丝清澈，抵挡出时光的涟漪。那热闹了千年的声音，穿透岁月的光芒，回荡于每一个人的耳畔。 这热闹了千年的七王城，模糊了每一个人的年岁，在时间的洗礼中，更加清澈见底。顺着江河而行。 我们发现，总能找到那么一群群聚而居的人。看得出来，依山傍水的地方。 便是过去人们心中适宜居住、风水好的地方。那是七江河啊，我们那是小县啊，那个河流水比较好。河流的螃蟹啊、鱼啊，我们就经常在河里去摸。还有那个就是洗澡，你看水妹儿，人家不是在河里洗澡啦，十几个小娃儿到河里去。水。 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赋予了财富的寓意，所以作为七江古镇打捞队，他们便肩负起了为当地守护这笔财富的责任。还虾好像都没晓得捞起来了，还小鱼儿哦。啊，小鱼。 现在那个河比原先好点了，没那么脏了嘛，水也好点了。通常按照轮流值班制，2、3天就来江水边巡视一回，每周再安排7、8个人打捞一次，这便是他们坚持了2年的工作日常。 在2018年，在实行保护那个七江河，就开始组织人工打捞那个水量化白色垃圾和其他些有害物质，就是带领大家嘛，因为我们没出去打工嘛，在屋里当地些老百姓有资源的嘛，来帮着弄一下嘛，那个环境整出来就好过了噻，但肯定心情是比较舒畅的噻。游客多了啦，跟七江街上些老百姓肯定就带来收入噻。 好，徐老弟，今天收工了，我离家去买点面，你就把船靠到对面子去。般热闹的场景，便是七江河所哺育出的地方。你定未曾想过，这么一处小小的古镇，竟然曾是春秋战国时期七王国的首都，甚至也是三台文化的发祥地。如今，我们见过许多古镇，大多都大同小异，有的甚至商业化严重，失去了一种本真。最开始，我们本以为这里也如此，但当融入百姓，他们那悠游自在的生活方式与氛围，就让我们有了改观。听说，往年这里游人如织，眼前这种热闹还远不及往年的一半。现在男孩的生意偏西了嘛，现在不敢出来旅游的嘛，现在，往久也，我想。都像寒天节嘛、星期天嘛，很多人来赶场嘛。现在来赶来买面，有些买面嘛，哦，赶那些旅游啊、这面嘛这些来嘛。于氏挂面，在古镇上开了有30多年，是许玉华丈夫两兄弟从父亲手上接管过来的。过去，古镇最初只有1-2家做面的铺子，可以说镇上大部分人都是吃他们家面长大的。原来搅面的人少的嘛，搅面的人少，老太爷说的搅面都跑到岸边去去搅，哎，他说是干脆自己搅面嘛，要方便点嘛，都是们都出去搅面了，那时候。哦，电费也便宜嘛，搅面的人也多，家户户都搅面。现在没得好人搅面了。通常隔三差五，他们就会忙着做一次面，而今年疫情的突袭，让他们隔了很多个3和5，才敢做一次。古镇上。不只是他们一家生意变得些许惨淡，许多店铺也从往年的门庭若市，变成了门可罗雀的场面。我们发现，这里虽然生意受到了些冲击，但这里的热闹却是在慢慢回升。上一个节目讲啥歌？这个节目就轮到我走上台来，就要话说，不唱的也不唱我，唱一段启程的故事。这个王爷庙是古镇上最热闹的地方，也是当地的老年协会。别看这里都是一群老人，你要是细细打听，个个都深藏不露，大多都是多才多艺的人。他们能说会道，打着你从未见过的牌，说着你从未听过的传奇故事。就光听着这金钱板，我们就恍惚穿越到了古代茶楼。莫道世上八道磨，像这位年长的爷爷，便是七江镇城隍庙会的非遗传承人。而每年的庙会，便是镇上最隆重的日子，群英荟萃，大家各显才艺。以前那个古镇呢，搞那些文艺活动还是要搞，现在搞的就不同了。现在要搞的节目要搞得好些，节目要搞得多些，项目要多些。原来项目少，原来人也少，参加的人少。原来前搞那个5月28日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小。从前1000多2000人，这个城镇上，现在搞就是万之了，搞一次活动，每一年都是上万人来参观那个会议来参加。这位诗人，龚爷爷，与罗爷爷是小学同学，也是城隍庙会中的表演者之一。今天本是赶集的日子，来了灵感，他打算创作完再出发。老两口逛西城，今天天气多凉爽，夫妻双双跑得忙，一路走来一路唱，去看西城新面貌。来唱一下。今天天气多凉爽，夫妻双双跑得忙，一路走来一路唱，去看西城新面貌呀。龚爷爷的诗大多来源于生活，有写凄江的，有写表达心情的，也有写与人生道理相关的。我有一位好友，就是2个字：开心，处处开心，少病魔，不进医院不吃药，有钱打酒果肉吃，全家吃得笑呵呵。以前我就是编了个开心，这个社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我就变得更开心。真的听到欢喜。我说笑一笑来，百年少，年高岁大不觉老。人说我多年轻，自己心里乐笑要听到安逸嘎。诗歌只是龚爷爷的业余爱好，他最喜爱的还是城隍庙会中的那些唱跳表演。哎，老同学，你来一趟啊？啊，你来了。你要保管得好嘞。我就是把清理好嘛。这个道具经常要用的。究竟今年子还敢不敢5月28成婚？现在说不到一定喽。哦。因为那个疫情还没过到，现在上面通知看今年5月28搞不搞。哎，云朵子也不够，要把它弄起。哎，把云朵子打起。罗爷爷平日里是一个非常注意细节，也要求非常苛刻的人。这位戴爷爷，就是他所带出来的学生。做那个一定要把它做下细点。做那个了。那个龙要大些。那个龙就要炸小的，桃子我都出小的就。桃子龙也，桃子要小的，把成正。手中所修补的桃子龙，便是罗爷爷手把手亲自教给他的。我们在山头耍那个桃子龙，还别群众反应好的，小娃儿可以的。这个庙会主要是起个啥作用呢？对后人有益的嘛，教育意义最大了嘛。所以讲那个感的人多了，他可以接受正面的教育。因为我们有4个平台，因为一个平台办一出戏，基本上办的戏都是敬忠爱国的戏，还有那个孝啦，对老的孝道，所以讲忠孝节义都有。我当然希望那个庙会每年都搞下去，而且搞得越要比一年搞得越严，一年比一年搞得好，使那个我们的文化生活呢有非常充实的地方。听罗爷爷讲，城隍庙会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，一直所崇尚的正是舍身救主、忠君爱国的精神。走，亲家们，我们进去了，我们去捞船来。好，把船架起出来。要得。来耍一下啊。哦。走，我们老去出去耍啊！哦，一天欢欢喜喜的，慢着点啊！幺妹儿，坐好哦！采莲船那么悠悠。我划得快了嘛呀，嘿，咱们。大家嘛呀，为只有感情成了嘛花种，幺妹儿，各位喽，下水喽。 我们发现，跟这些老前辈们的接触中，我们不光能从他们的声音中去明白一些生活中的智慧与道理，还能从他们的行为与行动中去感受到一种对生活的热爱，也看到，只要是自己追求与热爱的东西，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被生活所磨灭。 我们相信，疫情所带来的短暂寂寥，并不会带走古镇上那2000多年行走而来的热闹，更不会带走七江人对这座七王城生活的热爱。这短暂的寂寥，只是我们未来更加美好生活的伏笔。走进七江古镇，宛如进入到了胶片电影中的场景。缓缓流动的七江与锦江交汇相拥，江岸芳草萋萋，有着不属于城市的宁静。感谢收看本期的《美丽乡村印象》，我们下期见。